生在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因为有中华民族留下的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的血液，所以深入佛法，感恩到宇宙无边无际的佛陀，在佛历我们有2566年的，还有从周朝来算起的佛历有3049年，相差473年。如同我们说的，这500年前大家所约好的，相对的，这生命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究人类的历史，唯有从自身好好的清静下来，断舍离。默学弟子，懂得将房子放下布施，所有的一切放下来，也经过内心翻腾的痛苦，才了解到原来这些是短暂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我们不了解到我们生生世世生命都在做整个重复循环，重复循环，真的是太感恩。感恩在华夏文明的孝道，深入佛法才了解到生生世世在《放王经》提示的佛陀悉达多乔达摩太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佛历2566年当中，在西度释迦主印度降临的，就是乔达摩，或者叫屈塔，或者叫悉达多太子释迦主，了解到大慈大悲真正的孝道，完全在心灵导师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内心展现，流露出宇宙如此的宽广，向整个台湾台东太麻里地道曙光前面太平洋所呈现出来的如此的不可思议。感恩我们所有的答案，所有宇宙的奥秘，完全透过心灵导师都完全开展出来了。一定要深入，我们进一步所有的人类共同祈愿，为整个和谐的世界宇宙，我们一定要深入断舍离，静下自己的心来。一切的细菌病毒饥荒战争都是我们所投射幻象出来的，安静下来。